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，宇宙护卫队之钢甲霸王龙。舍利和蛛丝手套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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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能不能靠谱点儿？没问题，我们可是靠谱露营队。哇，这里环境不错哎，咱们就在这里露营吧。靠谱，这里不许野营。没错，是我。你们也太不靠谱了。还是我的蛛丝手套靠谱。蛛丝手套可以发出带有粘性的分子蛛丝，吸附在其他物体上，可以让你利用蛛丝移动，而且蛛丝还能伸缩，还可以收缩。我要试一下。他才不靠谱呢。竟敢嘲笑我。跟我走。这次的训练是快速通过圆形孔洞的障碍物。开始。哎，我就是快嘛，看我跑得多快。3分58秒，闪电，你的速度是最慢的。不会吧，我明明是跑得最快的。闪电，这个训练不仅要速度快，还要看清障碍物上的造型，掌握好停和跑的节奏。警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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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任务。是舍利大侠。哎，宇宙护卫队，霹雳戴着蛛丝手套要占领森林。我把靠谱露营队安置到了一片空地，麻烦你们把他们带走。霹雳就交给我来对付好了。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森林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风暴力量闪电伸缩，你们是被点穴了吗？怎么一动不动的？宇宙护卫队，你们总算来了。舍利大侠高
告诉我们，在宇宙护卫队到来之前，千万不要动。所以我们一动都没动，靠谱吧？舍利大侠好像不是这个意思。舍利大侠去哪个方向了？这边。彩虹，你把靠谱露营队转移到安全位置，闪电流星和我分头寻找舍利大侠。收到。别跑！舍利大侠，总算找到你了，霹雳交给我来对付就好了。闪电，一定要小心，霹雳自从有了蛛丝手套，就化身为绝世高手，来无影去无踪。而且他总是把树撞得哐哐响，应该是习得了江湖失传已久的金刚不坏之身。胡说，我才没想撞树呢。人呢？怎么躲起来了？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！躲哪儿去了？我现在来无影去无踪。别想跑！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！好帅啊！舍利大侠，能不能不要光顾着摆造型？我这个姿势掉下来，脑袋很疼的。闪电，你飞行的速度太快了，应该注意飞行和停止的节奏，才能躲开那些树枝。注意飞行和停止的节奏，彩虹也说过类似的话。舍利长有钩状利爪，耳朵和耳朵上的毛能够随时迎着声源方向运动，善于隐匿和攀爬。舍利大侠，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斩断霹雳移动的蛛丝啊？我尝试过，可是霹雳发出来的蛛丝来无影去无踪，行踪飘忽不定。所以我让霹雳固定在一个位置，不要乱动不就好了？是个办法，只要你有办法让霹雳不要乱动，我就可以斩断它的蛛丝。不过记住，一定要掌握好飞行和停止的节奏。看我的吧。看看我的厉害。我弹，果然掌握了节奏就能事半功倍。别想跑。霹雳在哪儿呢？好机会。别动。好像摔得有点疼啊。不愧是霹雳，竟然习得了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倒栽葱。你才是大葱，你们竟敢暗算我，我生气了。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。天霹雳蛛丝手套，霸王龙号和蛛丝手套结合后升级了，现在霹雳可以发出强力蛛网。江燕，保护舍利大侠。
酷啊！来的正好，尝尝强力蛛网的厉害吧！好，风暴力量！彩虹能量！彩虹，我来帮你！幸亏我足够敏捷。闪电，你能不能换个方向躲呀？好的，我去那边。不是吧？这也太夸张了！不愧是霹雳，没想到这蛛丝这么坚韧。小一点，蛛网和树干结合的位置更容易斩断。哼，看我的吧，小一点，出招吧！想要斩断蛛网，我可不同意。让我用速度来帮助你吧，闪电飞速最大护力！给我住手！还好还好。不要！胜负已分。我们走。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。彩虹，今天为什么不训练障碍跑了？咱们练障碍跑吧，我已经可以掌握节奏了，一定能打破记录的。不不不不，我要掌握好训练的节奏。今天复习动物知识点。不是吧？勇敢的护卫队，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。全速